大家好，我今天呢是在西岸的龙美术馆。今天天台风天刚刚走，所以这边什么人都没有。我们正好在这里呢做一个拍摄的这个测试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是CCD 和 CMOS 的问题。我正好呢手里有两个后背，一个后背呢是 Mamiya 力图富图80，另外一个后背呢就是 Phase 的 IQ4150。那这两个后背呢？都是5440的，这个全的这个中画幅的底。我最早的时候呢是有这个富途八零，富途八零呢是2012年上市的一台，几乎是 CCD 最末期的一个完整的中画幅的这么一个后背。那这个后背呢非常优秀啊，非常好。当年上市的时候呢也要卖30多万块钱，然后呢力图就被玛米亚收购了，所以它叫玛米亚力图富图80，富图是它的一个设备型号。然后玛米亚的后背技术呢，后来整个一个呢被菲斯给收购了，所以玛米亚的那个 DF 相机后来就变成菲斯的 DF 相机，然后慢慢的就演进成现在的 PhaseOne 的那一整套系列。但是它的技术基础呢，基本上都是玛米亚的那套东西。玛米亚被菲斯收购了以后呢，它的整个后背技术呢都被转让给这个菲斯，所以呢，菲斯同期呢，它也有 IQ180 的这么一个设备，其实它和酷图的80其实是非常像的。那我们这里面呢，就是很多的朋友他慢慢进入到了买后背的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他其实也是想尝试一下后背的这个非常特别、非常优质的这个画质。但是4150真的好贵。在它之前，IQ 系列呢，从180、280开始呢，它其实也出了很多代。在 IQ 系列之前呢，菲斯的后背呢是有 P25、P45、P60 P 系列，全部都是 CCD 的这个后背。那 CCD 的后背和 CMOS 的后背到底差在什么地方？正好我今天有两台这么一个后背啊。都是可以用在我的2帕的这个技术相机身上。我们今天呢，同场景来做一个测试比较。到底你是喜欢 CCD 还是喜欢 CMOS？首先呢，我今天选这么一个场景啊，然后呢，我这个镜头呢是施耐德的43.5.6的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在这个机器上呢也是很广的一个广角，一个标准的一个广角镜头，非常好用。好，开机，现在它是15分之1秒，ISO 100，F16，我们用这个参数，我们来看一下 CCD。在上面是什么情况？好，关机。OK，关机倒是很快啊。来看，这就是5440的底啊，它比那个4433的底大一大圈哦，真的是好大。来，OK，然后呢，这个呢就是我的力图的Credo 80的这个，大家看就其实后背长得很像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这个后背呢，它是 V 口的，原厂 V 口的后背，所以呢，我必须有一个 V 口转2帕的这个转接板。
然后触发线是要的。开机。我们现在把 ISO 换到100， ISO 换到100，快门和光圈呢都是在镜头前面，所以我镜头没有动，所以我就不用去调，然后镜头的焦距也没有动，我直接就拍就可以了啊。OK， 然后上弦。ISO 100，然后先拍一张。好，然后刚才呢右移了13毫米，我这张也是右移13毫米，再又拍一张，这样呢两张就可以接起来了。但是呢有一点，我这张呢是做了13毫米的移轴，所以我要在这个移轴的范围上我要做一个白板，不然43在这个 CCD 上面它是有红移的，所以我得做一个白板。这个要移一下，哇，43好广啊，真的好广啊，太棒了，一次成功，好，太棒了。这两个后背的这个存储介质呢是不一样的，
像那个力图的这个后背呢，它实际上是使用的呢是古老的 CF 卡，像 CF 卡。这个菲斯的呢，它是支持新的 XQD 卡和那个 SD 卡。XQD 呢就会比较贵一点，他们的两个电池是通用的啊。这个 Credo 的这个后背呢，它是需要多做一步。因为大家看到我刚才在拍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做了一轴的这个动作的这个照片呢，每一张呢我都是需要做一块白板，做 LCC 的校正，然后来消除因为移轴带来的阴影和红移的这个问题啊。红移这个问题在所有的非 BSI 的，也就是背照式 CMOS 都会产生，一直到菲斯的4150出现了，它才加入了这个 BSI 的这个技术，包括哈苏的这个 100C 啊，那这两台这个后背呢才是可以放心的用广角镜头它在上面进行移轴。那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啊，除了那个因为像素的这个关系啊，一个是另外一个几乎一倍的这个大小的以外呢，就是从单纯从画质啊、颜色啊，或者说从这个分辨率来说呢，两台后背都非常好。4150呢是现在菲斯最顶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字后背了，而那个力图这个后背呢，它已经出了快十年了。但是我觉得 CCD 的那个后背呢依然可圈可点，依然能打，而且它也颜色会非常的这个舒服，它可能会更温暖一点，而菲斯的这个4150呢它会更鲜艳一点啊。所以我开玩笑的说，哎呀，今天比了个寂寞，比了个寂寞，就实际上说明呢，就是在日常一般的普通这个使用这个条件下，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， CCD 实际上和CMOS 实际上没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，当然它们的发色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，它的色彩倾向会有一些些不一样，这个差异的这个大小非常接近，它不像莱卡的 M9 和 M10 M11差距那么大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哦，这个是 CCD 的，然后那个是 CMOS 啊， CMOS 就很干涩、很塑胶、很平均，而 M9 哇，这个 CCD 就是好，以至于后来现在 CCD 的这个机器开始泛滥啊。但是在高端的这个强调影像质量的这个后背上面呢，它的这个差别没有那么大啊，没有那么大，可能会有一些些微反差和层次上的这个差异，但是我觉得只是个人爱好而已，从技术上说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，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在进行选购的时候呢，一方面呢当然是考虑这个它的这个技术差异的问题，自己选哪个，还有它的这个接口的问题，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。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全新的这个，当然我们买那个数字后背呢，它一般像我们这样的玩家呢是不会去买一个全新的这个数字后背，基本上都是买二手的。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发展以及最近经济形势的这个变化呢，像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4150的这个后背呢，它已经这个身价大跌啊，所以以至于我努力一下，我这样的玩家我够一够还能买得到，所以它的二手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已经跌破20万了，十几万一台啊，十几万一台，当然十几万一台对普通的玩家来说还是非常贵啊，还是非常贵。所以呢很多人会把眼光再往前推，比如说像早期的 IQ180 IQ380 或者说150这样的更早一点的这个设备，已知或者说我这样的这个 CCD 的这个数字后背，像我这个 CCD 的这个数字后背呢基本上3-4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了。那3-4万块钱买一台8000万像素的数字后背，你可以得到一个5440的这个底，我觉得像最在目前来说已经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，可以值得入手了。你用过5440了以后，你再去看4433呢，一方面这个所有的镜头的都要有一个折算，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镜头的像场有相当一部分就会被浪费掉，然后呢它的视角会变窄，
本来是大广角的，现在变小广角，本来是小广角的，现在变成一个标头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大家是要有一个考量在里面啊，然后呢，随着这个价格的不断走低，大家是可以去尝试一下，数字后背的这个魅力啊，它拍起来没有那么轻松，但是呢，它可以给到你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这个图像和品质，那么帮助你在这个创作方面呢，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哈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